搞掂佢，今晚 OT。我今晚要去买母亲节礼物。买咯。我都系想氹妈咪开心啫。你系孝顺仔，使乜等佢批准买礼物啊？既然头痛紧买咩礼物，就等我出手帮下你啦。想妈咪每日都精神奕奕、容光焕发，就要送佢一年四季都食得嘅保健养生品。呢款台湾制造嘅龙唇香滴鸡精，只有黑羽土鸡一种成分，无添加水。滴炼萃取过程中过滤多余嘅油脂，做到零脂肪，同时保留优质蛋白质同氨基酸，而且可以常温保存，无论带出街、带去旅行或者寄俾身在异地嘅妈咪都非常方便，随时随地补充元气，精神自然特别好。系女人都想青春常驻，除了每日勤护肤之外，平日的营养补充亦都很重要。所以我平时就会吃卡哇伊三重美肌套装，它有齐卡哇伊伊丝美肌维他命和卡哇伊甘油丸。伊丝美肌维他命的抗氧化维他命 E 加 C 有助促进血液循环，抑制黑色素产生，防止及淡化黑斑。只要每日早晚饭前或者饭后吃三粒，就可以滋润美颜，令面色红润。配合埋卡哇伊甘油丸，维他命 A 加 D 容易吸收，同样有助维持肌肤健康，仲可以帮助吸收钙质同磷质添。哎，你呢杯咪就系近期大热嘅黑糖养生饮啊？我知道黑糖入边含有丰富嘅维生素、铁、钾、钙等嘅矿物质，佢都有，特别适合女士用嚟补充身体嘅营养。叻仔，呢个太古黑糖养生系列由台湾直接进口。採用純黑糖，全天然獨有配方，絕無添加防腐劑和人工香料。全系列三款產品分別是薑，有助促進血液循環，改善手腳冰冷，亦可以增強抵抗力和免疫力，減低作病的機會。紅棗桂圓養血美顏，養心安神，最適合容易心煩失眠人士和換季的時候飲。四物行血活血，可以改善月事不順，最適合經期後調補，減少之後的經期不適。靈感到，不如就買海參給媽咪，營養價值夠曬高，滋補得嚟仲好好味。係就係，不過海參要浸好耐咧。買呢款 SC3 海參精元素俾媽咪，唔使浸，每一日都可以食到全天然海參營養。全香港製造嘅 SC3 海參精元素結合大學科研成果，由 100% 純天然野生海參製造，營養成分比美療心。唔单止养颜护肤、抗衰老，仲可以增强免疫力、改善失眠，更加有助对抗顽疾添。你都识啲嘢嘅喎，咁除咗食得落肚嘅礼物之外，仲有冇啲日用品、家电推荐下？帮紧你，帮紧你。智能手杖优杖，优杖由铝合金同尼龙玻璃纤维设计而成。轻巧方便，有齐通报、照明、暖手、来电震动等功能之外，仲可以透过 App 自我管理身体状况，配合使用者的需要。特别要介绍佢嘅通报机制，当使用者觉得唔舒服、需要帮手嘅时候，只需要揿一揿呢粒掣，就可以透过电话发放信息俾预设嘅屋企人，即时知道使用者嘅实时位置，减低佢哋出意外嘅风险。而另一部咧就系呢一个 Magical Pocket Printer， 佢可以咧 print。Magical Pocket Printer 唔使用墨，只需要用 App 连接蓝牙就可以用内置嘅素材、字体、贴图，轻松咁制作自己个人化嘅贴纸，整埋个人化 QR code 都仲得。佢细细部，安装操作又咁方便，而且贴纸仲防水、防刮、防褪色，啱晒妈咪用嚟做家居分类收纳同整理文件啊！喂啦喂啦，系锡妈咪就应该买埋呢一部 BMX 猫 猫 Queen N7 无线手持吸尘机，25kPa 强劲吸力，配备多组电动同功能插头，可以干湿两用，做埋地拖，吸尘螨亦得咗。佢无线嘅设计，主机得 1.4kg 重，咁就可以轻松清洁屋企窿窿罅罅啦。另一款夏天必备嘅家电就系 Power Living TP09 Pro。冷暖空气净化三合一无热风扇，采用欧盟标准 H13 高效 HEPA 空气净化滤芯，有效过滤 99.98% PM2.5 微尘粒，适当风速调校，9小时智能定时，就算瞓觉开住都不怕冷身。
媽咪平時做家務做到咁辛苦，腰酸背痛，自己又按唔到，有呢一個 Relamingo 紅海型手提按摩器，歐型設計，無論係膊頭定係腰背呢啲平時自己按摩唔到嘅酸痛重災區，都一按到位。觸壓式電源一接觸身體就自動開始震動，深層舒緩肌肉疲勞。咦，你隻貓屎咁大隻嘅？呢只唔系猫屎嚟嘅，呢一部系日本热卖嘅 Lotus 手部按摩器，佢模仿真人去按摩双手，25层气囊全面覆盖掌心同手指，令手掌同每一只手指都得到深层按摩，加上温热功能，促进手部血液循环，妈咪安在家中就可以消除双手疲劳。你啱啱介绍完按摩器俾我，我就用翻呢支1.0清凉嚟孝敬翻你啦。1.0 清涼的磁珠按摩頭可以有效鎮痛滲透患處，舒緩身體勞損痛症，每日用它幫媽咪肩頸部位按壓痛點，透過按摩保持頸部血液循環，促進淋巴代謝暢通，代謝循環暢通就有助抵抗力提升，血管健康升級，自然就可以改善睡眠防白病啦。是哇，你做咩啊？真系细肉无咁。唉，今晚又唔知 O T 到几点噶啦？我见到台面上有齐晒洗头水、护发素、沐浴露，咪打算冲个凉先咯。喂，呢些老姚姜洗浴三宝系我买俾妈咪噶。嚟自世界长发第一村嘅老姚姜洗发水同护发素，有助修护、激活发根。而同樣嚟自世界長壽之鄉嘅老姚姜沐浴露，就可以去除媽咪體內嘅風寒濕氣。日日用自然健康长寿，越望越后生添。咦 ，Christy， 咁如果我想买珠宝首饰嘅话，你有冇介绍啊？今个母亲节，周大福精心挑选多款首饰，当中包括以礼物丝带为主题嘅 T Mark 情系系列，拇指相伴设计嘅玫瑰色黄金首饰，以康乃馨同埋其他花卉为主题嘅足金首饰，同埋18K 黄金首饰。妈咪收到份量咁十足嘅礼物，一定会好感动啊！嗱，介绍咗咁多礼物俾你氹妈咪开心，知点做啦？梗系知啦，就系同各位妈咪讲声母亲节快乐！